以下落嚟呢位嘉宾咧，就系已故红伶马思珍嘅徒弟，黄志明先生。而家请黄先生出嚟同我哋倾下偈啊！有请黄志明先生。啊，黄先生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咁你系马思珍先生嘅徒弟啊？咁你当然系唱马腔噶啦。系啊，系啊。咁除咗马腔之外，你会唔会唱其他啲腔噶？哦。我若果唱做我師傅馬思珍嘅戲咧，我就一定要唱馬腔嘅，同埋唱佢嘅曲咧，我就一定唱馬腔。若果演我自己嘅戲啊，或者演其他戲咧，我就可以就根據其他嘅腔口嚟唱，就係、是、咁樣。哦，就係、是、咁樣。咁、啊、樣我知道咧，你係國內嘅一級演員嚟嘅喎。咁、啊、你喺國內又曾經同過邊幾個紅伶合作過咧？哦，我喺國內咧演咗將近40年粵劇㗎啦。咁喺國內咧，就由小到大咧，我就一路都演過。咁咧就我記得咧，我1980年咧就同紅線女第一次嚟香港演出。當時咧就我記得咧演咗一個手書院咧，香港嘅觀眾咧亦都非常之支持。所以今日咧我喺度再一次多謝香港嘅觀眾嘅熱情支持。咁啊，黃生啊，你今晚咧將會選唱咩歌咧？今晚咧就阿葉慧芬小姐咁上面嚇，呢、這個能夠請我嚟同香港嘅觀眾見面。咁我咧又準備將我師傅嘅一支好耐以前嘅名曲，就係、是《蝴蝶夫人》呢支名曲咧，我相信在座好多知音人咧都好熟悉。咁啊，最近呢幾十年咧都有人唱。咁我覺得咧，點解要選呢支歌嚟唱呢？因為我嘅師傅馬思珍先生咧，佢一向咧都好吸收外來嘅藝術。你譬如佢演嘅《賊王子》啊、《船公驗屎》啊，呢啲戲咧都深入我哋廣大粵劇觀眾嘅心。佢能夠將外國嘅劇嚟改為一個粵劇，我覺得咧，佢喺幾十年前咧已經有一個好大嘅改革。咁喺呢度咧，首先咧我就要多謝我哋嘅師傅同埋老一輩嘅藝術家。留翻呢啲咁好嘅曲嚇，留到落嚟我哋呢後輩嘅人，所以今日咧同大家獻上呢支歌咧，就係有呢個意義嘅。咁啊，真係非常之多謝黃生你啦。咁請一請你去準備一下啦。好啊，好啊。咁我哋咧就準備聽下黃生唱歌噶啦。好。黃志明先生同埋葉慧芬小姐將會為我哋唱出呢首係《蝴蝶夫人》，我哋以掌聲歡迎佢哋兩位。嚟啊！你坐低先啦。系啊，我哋夫妻上头要平等至得嘅，要你成日咁服侍我。我故意不去呀、啊、应该的。
咁兴奋得噶？只要试试，服侍你，我要你笑，面淫啊呀！其实有啲下女服亚视，我将你服亚视，学得开心，你无谓再话我真那正笨那，其实我好英分，你咧是我心爱嘅人，喺闺房闺房啊寻啊落，其实要烟人。在行运，我真系行运，我只一行运，等过那一片浪情故人。啊，系啦，讲温讲炖，我都唔记得恭喜你添噃。你恭喜我啲乜嘢啊？嗱。我今天恭喜是你的生辰，好话要多讲来博你开心，福禄寿三星佢将你呀等我等你要啊缘要正，自送啊俾啲人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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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恭喜你一世娇艳如啊花，都唔使茶枝当粉。嗱，恭喜我两人啊，心啊相啊印，夺不中途啊拆散，两相啊分。恭喜你一世到头都咁啊好啊，运银银啊银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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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银，大概咁样恭喜你，你都会开啊心啊！你成日咁恭喜我。实际我恭喜你至真啊！哦，你恭喜我乜嘢啊？今日又唔系生日啊！你估系生日先可以恭喜你嘅咩？哦，咁有乜嘢开心都个生日呢？我恭喜你，你就嚟做爸爸啦，你知唔知啊？报上尉，军舰今日六点钟要启程回国。啊，今日六点启程回国。哎呀！
有君啊，亦啊啊，常在呀。你要保啊重啊，你今不去，因为你身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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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不得你受啊！